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群雄逐鹿2022年第三赛季的一个正式赛。观鸟方这边是129，涛哥的5K啊，队长方是交警大队，这名字起的啊。那观鸟方这边上的是一个龙宫狮驼加宁波的三宫队啊，配合着化身寺加地府，就是涛哥这边129团队，现在越来越趋于合理了啊，当然还是不太合理啊，但已经比之前强很多了啊，比那个四宫队强很多。那队长方上的是一个女儿方寸的双峰，配合着大同官府加宁波城，辅助带了一个地府。就队长方并没有带普陀山或者是化身寺作为恢复啊，因为129级的话，其实化身和普陀山都可以用啊，都可以用，而且相差不算太大啊，化身寺稍微比普陀山强点啊，但是相差不会太大。那跟175不一样啊，175跟化身寺现在普陀山两个恢复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，129还好啊，129还好。那观战方这边开场小爽直接要点杀对战方的女儿村，前排一波高连高攻，吸血鬼开场啊，视觉追击加林中鸟的，大家之前也都见过啊，这个组合咱们做的也不少了。那其实对面这一套阵容的话，点杀还是蛮强的啊，有大唐有林波城配合起来，本身涛哥这个团队他的抗性也很一般啊，尤其是三个输出的抗性也就那样啊，所以队长方一旦想点杀的话，其实成功的几率也不会太小，或许再清一下，主要是对面没上这么一个恢复性的辅助啊。地府虽然有个毒，但是也算不上什么恢复性的辅助啊。哎呦，这宝宝过去打过去就是没完没了，观战方也是重点去针对对面的女儿村啊，起了个九番青莲，宝宝有点打不太动啊。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九番青莲的效果吧？啊，九番青莲抵挡36%的物理伤害啊，仅限于宝宝啊。啊，少承担36%的伤害，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，但只针对宝宝，而且是攻宝宝啊，就是物理的宝宝，法宝宝没效果啊，法宝宝九番青莲是没效果的。哎呦，对战方直接用了天摩地裂，稍微有点亏啊，因为林波城本身节奏就不快，他需要不断的去积攒自己的战役啊，一个天崩地裂用过来3点战役就没有了呀啊！但是天摩地裂有一个好处啊，它的点杀成功率是非常的高的啊。毕竟第一是林波城门派自带的暴击率就比较高啊，不管是经脉呀还是门派特色了啊，人家本身的暴击率比较高。第二是天崩地裂最后一下是不能贴保护的啊，这个不能贴保护就很难受，再配合大唐一把横扫，那对面成功率，点杀的成功率会非常的高啊，只不过就是消耗太大了啊，消耗太大，看后续对面怎么接着玩。哎呦，观战方看出端倪了，也要反点对面大同官府了，嗯，这不然实在受不了呀，你不点他，他点你啊，把这个大唐弄死以后，队长方其实也就失去了一个最基础的点杀能力，观战方后续跟对面周旋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啊，前排宝宝伤害比较高，点杀个物理系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困难，点对面女儿村有点难了啊，这个对面女儿村的抗性也不差的。哎呀，这宝宝连击再来一个林中鸟，化身寺观战方这边化身寺虽然是有一个，但是他不能提前拉起小死亡啊，129级的化身寺是不能提前两回合拉起小死亡单位的啊，因为那个磁心的经脉它是经脉的第6单啊，129点不到，点不到，所以说这个狮驼岭就乖乖的在地上躺上那么5个回合，慢慢的熬啊就站起来了，但是感觉观战方好像不需要这个狮驼，伤害现在是够的
再加一个龙宫，对战方没有罗汉，龙宫伤害非常的爆炸。哎，129好像是魔王比较强一点啊，因为我平时解说其他等级解说的比较少啊。我记得129级现在比较主流的两个法系，一个是魔王啊，另外一个就应该是女拔木了。啊，女麻木在别的等级还是非常的有市场的。175现在不太好混了啊，但是在129啊、109、89级这些女麻木还行啊，还行。69不太行，69一直不太钟爱啊，就女麻木最强势的那会儿，69级用女麻木的也比较少啊，一直都是魔王。159的话一般跟175就对等的啊，差不多。其他等级还行啊，其他等级还行。对战方一把金青，感觉现在是有点绷不太住了。本文侠忍一忍，对面现在点杀不出来呀、啊你大唐小爽倒地，对战方他也提前拉不起来啊，他要不陀没土不陀，要化身没化身啊，普陀山是可以提前两回合拉起来的啊，用那个杨柳干露可以提前两回合拉起来，129也就普陀山可以啊，那个技能达到150可以提前两回合用技能拉起来。哎呦，这宝宝缺一个狮驼，这宝宝补充输出完全抵得过一个狮驼岭啊，啊，完全抵得过。那关家峰狮驼也可以站起来了啊，我和慈悲拉起来可以直接起飞啊，宝宝都不用出了，飞完了再一出宝宝节奏直接完美啊，还不浪费自己的操作。哎，狮驼直接起飞，看看能带走几个宝宝。剩下最后一个宝宝，关良方拿下了啊，还是比较简单的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胖，如果有喜欢我视频，请帮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记得帮我长按点赞的一个超级推荐，让更多的小伙伴能看到我的视频。对战方也没有慈航啊，没有慈航，那比赛也只能这个样子了。有慈航还能玩一玩啊，但想赢下这场比赛不太容易啊，不太容易。拜拜。